五号再转移，田浩，对方的补防也来得相当快，高国豪三分外线的出手，哇！高国豪更是燃烧，然后全场都会沸腾，还有以身作则，对啊，哇，再一个，哇，高国豪，哇，心只要再慢下来等等，国豪，哇，突然间变换节奏。再来一个高抛，对，哇，在地上的球一定是高国豪的，对，辛巴没回防，对，两分了，禁区、欸，后面再起时，一年球季能够打出比较好的内容的话，相信会得到更多，这是吨位体型哦，对他们走的是机动型，哇哦，所以你真的要跟他对抗的话很难啊，就只有两场比赛，下周开始了，礼拜六跟礼拜天就是两地开打。在台中梦想家要先后面对钢铁人以及勇士，哇、高国豪完全没有受到他脚踝扭到的影响，来再来一个三分，对。